叮咚，有人说我不会用油画棒、小铅笔，一分钟教会大家画一张画。知道你肯定又在和我开玩笑。首先，随意的画一个圆嘛，再然后围着圆从浅黄开始，到中黄，再到橘黄，最后再到大红，再到紫色，围着随意的画一画嘛。OK, beautiful。再然后拿出你的小纸巾，给它揉一揉，开心的揉，快乐的揉。再然后你可以用黑色的油画棒，但是别人让我用铅笔嘛，给它随意的画些长线条，密集的高高低低的短线条，快一点了，上头尖下头宽的线条，再随意的画出几个小三角的形状，随意的涂一涂，上面再开心的画出一些小树枝，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没有呢，哈哈，我们再画上一个小秋千，秋千上画一个椭圆，两个小弯钩，一个小长方形，一个拱形，一个树叶的形状，给它涂一涂，最后一个小三角，一个小梯形，一个小女孩出来了，再来一个小六边形，两个小三角，对称的三条小线条，一个小椭圆，一个小弯钩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又简单又漂亮？你也画起来吧。抖音。